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2014年经历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的一盘棋。这盘棋呢，对于成都队来说非常的重要。是党一飞对李世石。因为党一飞呢，在这次的围甲的成绩呢不太好，导致呢就是说成都队呢是岌岌可危。我们现在就来看这盘棋。这也是一个保级大战。虽然说是第21轮，但是已经拉响了警钟。对，每一盘每一分，接下来都会非常关键。对于是，成都队来讲，是党一飞执黑对李世石。是，因为成都队呢是后来大家已经知道了，实际上已经最后是降级了。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悲剧型的，虽然这么形容他们不太合适。是我听这个故事了啊，就是本来是已经光明就在眼前，结果呢，被就是一个劫财之物，结而果且是。我觉得，因为是他们是整个中国围棋，就是各省现在就甲级联赛里面是最悲催的一个队，叫是。三起三落。我三觉起三落，得也体现了一种精神吧。是的，而且成都是围棋氛围非常浓啊，他对，每年都举办一些围棋活动，还对，有各地各个的爱好者的这个大力支持。是。如果说这一块阵地失去了，是非常可惜的啊。他们而且是有围棋棋城之说，然后也有像古林毅这样那个非常优秀的棋手，而且呢，今年的古林毅实际上成绩还是不错的，是在主将位置上保持了胜率，在主将位置保持胜率，本身在中国围甲这么一个竞争的氛围呢，已经很不容易是了，啊，这今年的这个主将的赢得最多的人，是不是也就是勉勉强强多赢了两盘棋？对啊。好像是13胜9败，是，好像有这个印象啊。是，那古林毅能够再多赢2盘就可以对，当他最赢了佳十主二将盘，啊，对，因为主将都是面对的是各个队的王牌。对，所以说党一飞应该说下这盘棋的时候其实是压力比较大的，是。他也是在主将位置上，而且我听说啊，这个党一飞是主动的请战啊，这个因为他这个成绩不太好嘛啊，一般情况下这个这种时候恐怕是都是退避三舍，因为面对这个李世石啊，但是呢他不同，他是主动的要求，哎，我来下主将，我来对李世石，我要为这个成都队立功，这个其也实，很不容易啊。我觉得作为一个棋手，所以说我今天在打谱的时候，我就觉得，在这个谱上，我虽然没当场现场看见，但是我总觉得在谱上它体现的这是什么东西，可能不管它是一种契合也好，或者是一种焦躁的情绪的体现哈，反正就是说，当你在那个看它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实际上来说是他的压力应该是很大的，他最后的整个胜率是6胜16负，才是27二点十三，多一点，二十七点三，所以说这盘棋对他压力是很大的。是。这个，这李世石也很有意思啊。一般来讲啊，这个像这种类似于模仿棋的开局，好像应该是，下手对上手来这样用比较多啊。就是我好像表明我这个实力实在不如你，我先别吃亏啊。我记得好像最近的一盘，咱们中国是王浩洋在某个什么比赛里边，碰到一个强敌啊，就是用的这种战法啊。这其实，在气势上应该是比较弱的啊，但是今天李世石还这么来啊，确实挺有意思的啊，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觉得你说的是一个方面啊，就是说，待会儿我们要摆的这盘棋，为什么选的这盘棋的原因，当然一个是由于是有外援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它是一种模仿棋，是一种让观众很直面的看一下模仿棋的一个如何去对付的一种问题。但是如果说是您说的话，如果你碰到模仿棋，或者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碰到，但是你能不能给爱好者介绍一下模仿棋，作为如何去破解模仿棋？这个说实话，我这个自己在这个职业生涯中是没被别人这样模仿过。那你很幸运。但是呢，确实是每次我也，如果别人真的跟我模仿，我其实也不太知道怎么下，心里也很打鼓啊。但是据说啊，听说啊，破模仿棋的要点呢，就是要下出真子来。哎，你具体怎么下，我这不能误导这各位棋友，万一我教坏了，你们都要找我算账的啊！但是我知道啊，如果你要一旦下出征子来，对方一看你会，可能基本上就不太敢跟你模仿下去了，因为征子争到最后刚好有一个形状是，
你能把对方给争死，但是对方呢却争不死你，就是你有一个子会起到一子两用的这种效果啊。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讲的就像我们现在对着这么空旷的一个棋盘，你告诉人家说你要走到争执这个东西，我估计爱好者听了有云里雾里的啊。那这样吧，我举一个例子吧，这个最简单的一个争执啊，就是这样。你看我误导你了，开始。对啊，这个这样是一个模仿题，是这个会出现争执。哎，这样一大飞哦，哎，你也一大飞，这个定式啊，看看啊，就会出现争执啊。这是举一例啊，这个不一定会肯定能下成这样子啊。明白了。啊，这是个定式。嗯。立。断。吃。嗯。哎，这样。这个，虽然我是误导了王磊，但是王磊同志要为了让大家直观的了解这个，也就是说，如果要出现模仿棋的情况，我们大家就给他往这边，如果也是这样，我们就省略了。对，往这个路子上理，你只要这样下出这样出现争执，你作为被模仿的一方啊，你肯定是心里不太爽啊，你就去争他，然后他也去争你，争到最后的某一点，这个我们就不在这儿给大家摆了啊，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自己在棋盘上摆，争到最后某一点，你就会发现你把对方争死了，但是对方争不死你。这是破解模仿棋的一个办法。这盘棋李世石来模仿挡一飞啊，这个我总是觉得是有点这个非常的这个怪啊，因为李世石印象中他好像也没怎么下过这个，他对这个应该也没什么研究啊，他为什么这一次他就特地选择模仿棋呢？真是我觉得。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看这盘棋的时候，总觉得这盘棋上能够读到一点什么东西，是不是跟那个当时在现场，因为我们不在现场，是气氛会有关系？对对对，因为这个应该是成都的主场，这个当时成都这场比赛，必须要得拿分，对，所以说是不是当初那种紧张的气氛，这个李世石感受到了，还觉得成都肯定。赛前进行了精心的准备，然后又派出了一个挡一飞这种骑兵来担任主将。布局上是不是有什么陷阱？因为我老在那想这个问题，就是说，虽然我是不在现场，因为我以前的时候有一次，就是我们中国队就在亚运会上兵败之后回来，我印象特深刻的时候，马上就下了一个中韩团体对抗赛。当时的时候，我们就处于一种不能输的状态。然后我就在觉得在现场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最后一盘是孔杰，就觉得整个空气之中好像就是感受到了一种空气的被凝固的一种感觉。我就在想，是不是他们也会有这种感觉，是可以想象，可能也是啊。这个当时亚运会，我们是代表这个中国队，这个他们是代表成都队，但是这种紧张的感觉、紧张的氛围应该是相同的。模仿是这个。对。然后白棋也是这个，然后黑棋尖一个，黑棋先走这个，对，黑棋反夹，白棋尖。然后白棋也是反夹尖带回啊，这个非常罕见啊，这个棋盘上的形状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个模仿棋作为慢起来还好一点，作为快起来说，被模仿的那一方，反正就是黑棋这一方吧，比较亏，他又要用时间，是人家即使能觉得你不好能回头，然后又用起你的时间。但是模仿棋像这种，为什么好像挺厉害的啊？但是使的人不多呢。原因它也是一个双刃剑。如果说对方一旦会破，那你这棋就坏了。没错，就导向他的这个局面。所以说你在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应付的时候，你是一般不太敢使的。我印象中这个，比较著名的模仿棋应该是这个吴大师的一盘棋。当年刚去日本的时候。就和木谷实进行了一次试验性质的对局吧。当时他就使出了模仿棋，这个日本棋界就是觉得特别的震惊。因为这也是某种程度也是有点失礼的啊。对，因为大家都认为围棋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你好像就有点你都下的一模一样。是，没有自己的思维。然后白棋也是这个。然后黑棋尖。
来姐姐。对，嗯，这个，然后黑棋再见，这都。嗯，按照即使不是模仿，也都是招招都是大，都是很正常的。嗯，白棋也见。啊，然后下到这个的时候，嗯，啊，党一飞终于忍受不了了。嗯，啊，觉得你这个堂堂李世石这种大高手，你怎么老学我的招啊？啊，这个是不太合适。结果他一生气之下，他就拒绝模仿，不让你模仿。哎，走了一个天元那棋盘上独一无二的位置，这个想白棋想模仿也模仿不了了，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啊。这个天元走上去之后呢，首先人家是不能模仿了，但是其次呢，就是说你这个天元将来的作用，这个子在这棋盘上的作用是很重要，就是说你到底让它利用到什么程度，这是关键啊。这个天元，就是也属于是不好掌控的一个类型啊。对，它如果要发挥作用，可能会很大。但是下到最后呢，也可能就是一个单关。对。啊，白棋没得模仿了，白棋也就直接进入黑棋这个模样了啊。你至于说，心态有爱好者问说，像这种情况下，白棋该走在最正确的是哪一步？我估计，不能说十个人用十个点的话，那至少十个人也有五六个点的意思，这其实是不好选的。像这个棋的，其实我的第一感其实不是在这儿啊，我没那么李世石那么大的力量，我就是只敢往回退一路。嗯，哎，正好是让你好像不太容易把我给关门进关进去啊。哎，对，经常有爱好者问啊，说是这种是一个大的一个模样，就是不说这个，也就是整体来说是个大的模样的时候，你这个点，比如说这也是个点，这也是个点，这也是个点，这三个点选择在什么地方？比如这个点选上去，可能黑棋正好围住，然后你这个点呢比较中庸，我既不让你围住，我自己也有回旋的余地，而这个点呢，我不怕你，其实是它三个点代表了三种声音。对，这也是代表了三种风格吧，啊，就是你像李世石这种蛮横型的啊，力量大型的，他肯定是我一路到底啊，就一定要就进到最深的地方啊。你要说李昌镐这种后世型的，哎，他可能就是外面浅浅，哎，你能过我也能过，大家相安都无事。要比较这个中庸一点的这个棋手呢，可能就会选择一个哎中间地带，既不太深也不太浅。那你说你刚才说，如果你有可能选在这个点，我觉得像你以前的棋肯定不是这个点的问题了。当然我不能那个，只能说，你现在怎么会走到这点？是跟你的就是说阅历有关系呢，还是你改变棋风了呢？还是本来就这样？我觉得我本来就是这样吧。这个棋风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外界强加给你的。你比方说这个曾经和石月聊过啊。大家一直都感觉是这个石月号称场均一条龙啊，肯定是力量奇大无比。没错。但是他啥时候问他，他就什么时候什么，我力量不大的，我是均衡型的啊，就我这个棋都是很讲理的。对。所以说，这个也是比较有趣的地方嘛。你像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也从来没觉得我的棋，力量有多大。我确实我的棋应该是比较，均衡和自然的吧。好像我印象之中大家都是说你是以力量支撑的。可能这里边有两种，一种呢其实他本身确实自己认为以均衡为主的。就像前两天我看人家有采访那个陈耀烨的。啊，对。这个我们都认为陈耀烨是极度酷爱师弟的。极度的对啊，但是他说他也是均衡型的。我看了也很吃惊。我也很吃惊。是的。所以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是。但是总而言之，他这棋如果我选，我当时第一感，我本来这棋我还以为这是在这儿呢。我觉得这也是个好点。所以如果走在这的话，可能黑棋就高高兴兴，是不是走在这儿？这个黑棋比较满意。黑棋这个是发展的重点。对，是一个立体型的，非常的舒服。快四分之一啊。这个是李世石的个性啊，彰显他的这个独特的个性，一定要进到最深。然后党一飞这个跳一个，这本身就是个好点。对对对，没什么毛病。这个更有李世石的个性，你的是你的，我的也是我的。是是是，这个地方他显然不愿意这样就花一手棋补注啊，他要求哎我，要不但要最大的补，但是最大的含义应该还是就是先手补。对，这已经是我的了。对，大家一定要注意，真的是王磊说这是先手补，而不是说如果这再退，那就是兄弟打架了。对，如果像李世石这种力量，他也不敢退啊。对对。如果这再被人家推出去，那就是白损一目，后手死了呀。是没错。所以他还是要先处理这边。这个时候，我觉得啊，这迎来这盘棋一个比较
重要的地方了，也是这盘棋的一个分水岭和转折点吧。嗯，这个实战党学飞的是搬的这个啊，好像挺契合的。嗯，你既然脱先，因为这个长是非常大的一手啊，那我自然要追究你这个的问题。嗯，但是呢，这盘棋我觉得胜负的重点和关键应该不在这里啊，应该是怎么样能够攻击白棋这两个子。我明白你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刚才已经说了，好像这个棋很想下，但是实际上说感情和理智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现在重点是这两个子。嗯，是是，如果你这两个子，被人家顺势给活了，到时候这个天元的威力就发挥不出来了。是，没错。从这个角度上，你为了发挥天元的这个威力，也是不是应该啊？比方说像这种棋啊，先攻他这两个子啊。嗯。白棋，而且正常来讲，白棋自。既然脱先了，他也一时半会儿也不会，也没有时间来走。哪天你要再走也行，哪天你再走。也就是说，作为快棋的角度来说，这种心情是会有的。嗯，作为慢棋的角度来说，不管怎么说，他应该回过神来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盘棋，我认为啊，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就是党一飞决定先追究白棋下边的这个问题。嗯，但是呢，我认为他失去了一个这个攻击的一个好的时机。没错，这是很大，但那边很急。嗯，是的。嗯，李世石比较这个机敏啊，这个你搬的时候，其实这一步也是相当大的。是啊，这一走，这多少能围点空啊？黑棋要一下来，你这两边都被断开，还有点棒。但是李世石显然觉得这边更重要。嗯啊，这个黑棋是必须爬的，被贴下去受不了。这个也是一种形状啊，就顺带着就倾销你尝一尝。因为等于说是他这种棋，虽然这个地方有那个缺陷，但由于白棋这地方有靠压，这种地方是不可能有的。对，白棋比较最俗的这挤就是先手，你也是断不开他的。没错，那要这样一走的话，黑棋好像没有心情爬回去吧？对，黑棋你如果要爬的话，这个白棋一尝一尝，你这一爬，这个眼型已经基本都活了，没错，然后白棋再这个再走回来，这个那这招棋现在人家说是那个。这道棋放在棋盘上有点像废子了。是是是，所以说这个地方，那不爬回来的话，白棋拐下去是不是这还有冲断呢？对呀、啊，拐下去也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我相信啊，这个，党一飞看到了白棋这两手，他应该心里面比较难受。因为这种棋我们看着啊简单，但是在实战的时候你也不一定就能很容易的想出来啊。没错，这个看着好像是平淡无奇的两手，但是你就会让人家。哎，爬过也不舒服，但是呢，被人家拐去也不舒服。对，没错，也就是说，对于爱好者来说，其实复盘很重要。你看，看见这个一复盘就知道啊，找到自己的那个缺点了。这里也就是这两步棋啊，其实是有它内在的味道。嗯，我们这个棋友可以好好的这个品味品味。嗯，所以李世党一飞这地方，也决定反击了。嗯，他这个走了一步也比较猛的棋啊，走在这里。他想让这招棋发挥作用，对，还是想发挥天元的作用。但是这个我们回头看，不有一种，好像是虚张声势，就是好像这让了一手棋的这种感觉啊。对，没错。当初要发动攻势，现在慢了半拍，慢了半拍，是。白棋拐下去，拐下去的同时，它其实也是补这的问题。对，这个非常的舒服啊！像这种形状都是很精彩、很漂亮的一种形状。又破了你的目，然后同时自己又补掉去。缺陷，党一飞他曾经，得过一个 BC 卡杯的这个亚军啊。嗯、当年那个疯狂的白鸿熙，从就是八强，我记得就剩他一个，但是他一路杀出来，击败了我们的各路豪杰，结果对上了党一飞。估计当时，知道决赛对手是党一飞的时候，他心里可能也在暗暗窃喜。双方都在窃喜。对，是的，党一飞碰到白鸿熙，估计也在窃喜，因为两个人其实从实力上来说都不是当时最强的人。是啊，但有些时候也是就是这么巧啊。最强的人不一定能够胜出，这时候就看谁能把握这个机会了。对。啊，但是到那次呢，这个党一飞非常遗憾。输给了输给了那个白鸿熙。也由此啊，可以说是一蹶不振吧。后来很长时间都没有再有什么取得特别好的成绩。就是有的时候，其实机会给你会带来更多的机会。就包括那个，其实来说，包括我们这几个很。
顽坚强的那个坚韧的棋手，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胡耀宇，现在也 是战斗在一线，但是呢他错失了那么一次，也是一个 LG 杯的一个跟那个周俊勋，但是造就了那个周俊勋的一个对在台湾的一个传奇。嗯，然后下一首党一飞是走的这一步。哎呦，这部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韵味，我说这不是经常教爱好者，你看这两边走这有个靠，这充满了这种力感的一部棋 是掰并横着一并，很像你的棋。哦不这个不能是啊，这个我接下来要说这个，我对这部棋其实是有点不满的，因为之前也会做功课嘛，对这盘棋还是进行了研究啊。这个棋我认为这还是应该跳一个啊，也就是你用了一个词叫呆病，当然这本身就是个病，再加上个呆病，这个其实就是说你如果攻击不到的话，这招棋又跟这个意思一样，它是效率极其低下，因为里边还可以活棋，效率上有问题，而且这和这个当前这盘棋这个刘氏的判断有关系啊。就是现在这个局面我认为再想强攻已经失去机会了啊，因为你这已经脱先了一步，现在还是应该守控。那从守控的角度还是这个好啊，这个利于把这个边给控制住。你像他实战他走这个白棋这淡淡的一跳，你这个边控制不住了，然后你这个断点呢你也断不开人家，你比方说你要这一尖挡，你要冲这个冲断的话，白棋可以打了冲下来啊，你这个当初呆病对，你就挡不住，挡着被打了两下就没错，就吃死了。那白棋这一跳之后，你这个边守不住了。你要强攻白棋还没有办法的话，你这个病是不是可以称为呆病呢？是不是有点呆呢？也就是说，如果我这样再下去的话，你还得交代一下。这个脚里头还有点问题。所以这部病我觉得也是这盘棋的黑棋的疑问手应该还是跳在这儿。把这个边护住从长计议。没错，真是这样。但是像这种棋啊，我还是就是想说什么呢，就是如果知道是这种左右为难尴尬的情况，他是肯定不会带兵的。也就是说第一呢，就不推荐爱好者在没有特殊的情况下没有对白棋有致命的情况下不要使用这种手段。第二个，也许就是说他走这个的时候，他的这一种心境，当时的一种心境也好，当时的一种状态也好，可能都是处于一种比如说特别急躁啊，或者特别想得到一种就是说收获，要出手要攻击要马上要得力。棋手很多东西的时候，他是受到一种那个那各种环境或者情绪的影响的棋下出来的选择。那是这十万比赛的冠军争夺战和100万的肯定是不一样，是吧？这个像李世石这种都很貌似很平凡的这种跳，其实是非常有味道的棋啊，让你动弹不得，就这么简单的下你就会感到非常难受啊。这个白棋这没棋下，对黑棋你这个断你也断不开它，这个浑身别扭，靠也靠不断，靠人家一般没断。你靠这个我就搬，他搬，你退这一样的，对，你断完吃这个，这不可能，不可能把我吃了。最重要的是人家还可以打劫，他这地方刚好有个劫财，你是一个劫财没有，没错你又不能被人家拔成化鱼，对，没招。他也就像刚才这爬回去不能爬，现在你也不好意思跳，是跳了你这招棋又自我反省，加上里边还有味道，对，所以他还是只能攻击。他在强攻，然后李世石这种飞，都是你的耀眼的位置啊，他这下的每一步棋，这下的都非常好。等于说这棋不能被贴，你这棋你也不能贴这个，我们经常对爱好者说的，这个相步，被。互相打架了，这有句棋节嘛，就是说这个象眼尖穿计两形，就是这个意思，你被人家这样被人家给穿了之后，你怎么着都是不好了，横竖都不好，所以这个一定得跨。这个跨完之后白棋能不能把这个连回来，把这个连回来呢？我们觉得是不是让爱好者来看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好，欢迎回来。这棋白棋靠完，黑棋靠完之后，你觉得这棋能直接回来吗？还是这么回来，还是怎么回来？这个，那就是教科书的这个迂形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断。然后你吃掉。你吃，这被包，提，这再这个不太敢包，它有劫财了，是吧？这就算退嘛。
给包住了。我就觉得大家经常讲的就是围棋的一种效率，其实效率有的时候也是很直观的，就是我们看看这，你看一堆的子，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子围在一块，这棋肯定效率就不对，不对就没有美感了。所以说它不能走这个。对，这本身还是个迂形，没错。咱们都说迂形要尽量少下啊，迂形它效率就那这靠怎么办呢？啊，这个李世石是有好手啊，这挤一个非常强，你刚好争不掉他。啊、哦，你冲过来，你争不掉这个。哎，他争子有力，争子有力，这两个子就会令你会非常难受。生命力非常之顽强，是吧？比如说你直接冲，他断。你吃的话，他会跑。然后你只能接。你还得补断，在这里长。这几个子对于白棋来讲就是可取可取了，但是对黑棋来讲就比较要命了。你吃不掉他，他还要找你的麻烦。这个你一说话就很简单，说可弃可取了，在你的眼里是可弃可取，在爱好者眼里，要是这四个字是不能死的，所以这个也是要告诉大家的，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得把立场搞清楚啊，这个当初你就都是黑棋的，是破人家的控，都是黑棋的时控，没错没错，黑棋的模样，所以你弃掉一些。没关系，所以黑棋是要全体，哎，所以黑棋是不能冲的，这个黑棋要整体，这个时候李世石也面临着一些选择，你比方说现在这种形状，这不断也是非常诱人的，这一断就可以把黑棋那个子给干掉，再想想当初都是黑棋的这个形式，那也是非常大的一步棋啊，但是我想现在李世石是不是觉得这个形势比较乐观啊，他不愿意冒这种险，就是冒着这几个子被人家全部吃光的这种，对啊，你这个还要判断，因为他这个他觉得这没有风险，这个在他的字典里，我觉得要连回去的。是，这也说明他觉得形势还比较好啊，没错，比较求稳啊。是，这种这到底能活还不能活，这比较复杂。他现在只要这个一个思维，只要把这块棋全连在一块就可以了。是是是。退。接住。接住。你只能接这个。只能接这个。然后白棋把大部队连回来。冲过来。这一断，这两个子还是令你非常讨厌啊。你只能去啊，你这不能被搬啊，你只能吃这个。哎，比方说走在下边，那这个一般这一搬，天废了。对，是。但是你要争吃呢，这个白棋真是可取可取啊，白棋也不要跑，你要跑出来，这个没有必要跑，这两块都有问题了，还是。这个他已经很愉快了。爬一个。再爬一个。单住。下边一个我觉得也很愉快，先把一个眼瞪了，还是先手。就是这步棋是吧？这个你要不走这一挤了一扳，这步棋很重要，对对对。然后还出了一个眼。而且关键是黑棋很难受，黑棋从本质上来说肯定要挡住，因为这要破眼，只有一只眼。但是呢，实际上挡了这招棋呢，就跟这个病跟这个意思是一样，那只放在棋盘上，将来有可能是没用的。是的，因为这还欠一个棋，这是心情最痛苦的。就是白棋哎这样一尖，现在白棋这个子的活力很足。对呀、哎，如果你要不走，白棋这样一飞，那脚里指不定谁杀谁呢。是啊，所以说黑棋这个还是必须得走的。当你走完这的时候，你人家有了这个的时候，你这招棋就给人感觉是单关。是，所以。不用看它优劣，你就觉得你的子放了棋盘上有多少个是单关，其实你的效率一出来就知道你这个地方是到底是亏了还是便宜了。是，特别是我们从整体来看啊，从白棋这个从进入黑棋的模样来看，白棋把上边破了，把左边破了，最关键的还是个新手，那这种战果不言而喻啊，太辉煌了。是，但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脱离主战场了。然后还有这步棋啊，这一个是脱离主战，另外这步棋这个，没有搞明白，现在其实当时已经不适宜攻击了，还是应该围控为主，因为你现在攻了半天，控也没了，然后呢，攻也攻不着人家。白棋现在这个形状，上面已经有一只眼，这个眼型太丰富了。是。当时刚开始打谱的时候，我还觉得这几招棋挺漂亮的。看着。气势汹汹啊！对，我觉得都是整在那个就是棋形上了。后来被这么一活完的时候，突然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这个围棋其实还很多地方带给了人的一种反省。是，而且围棋它有一些的这种美感的东西啊，都是很内在的。你像这种，啪一震，啪一走，都好像看起来很漂亮，但实际上，白棋这种什么啪一拐，这啪一跳，其实也很精彩。就是说，有的时候它是消烟的，有的时候它是其实是一种内涵，让你自己去回味的。是。所以在这么多人喜欢来下围棋，我觉得。是。我们就得还是说棋。
然后黑棋飞，白棋先手肯定是回到这个最大的这一点。那这个这么一说来的话，那黑棋就快要哭出来，等于说我把你的空破完了，然后我又回来了。是，但是你我们这个再替想想啊，这个党一分也挺冤的。你要说他有明显的这种恶手，你也看不出来，好像走的也都还不是特别差的棋，但是现在这个形势就已经是非常不乐观了，这也没办法，也不得不说这个李世石还是下得好，还是当今的这个顶级的一等一的高手。我觉得可能就是说，爱好者在攻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怎么使自己的攻击不落空。其实这盘棋上呢，就是一个，就是人家怎么自估的一种教科书了。等于说你这个棋都你看，最后回过头来都是没什么用的。而且其实攻击最大的目的啊，应该还是收控，对对对，攻击获利。对。以前中央台专门有个节目叫《一天屠龙》，那个华宇刚老师来讲棋的，然后呢就要让我们收集那个《一天屠龙》的那个材料题材，但是后来发现啊，后来就没有做下去的原因，就发现这个题材很难收。作为一个职业棋手来说，没有到特别的情况，双方飞士的时候，他是不会去屠龙的，他就是你刚才说的，攻击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而不是说为了屠龙。这个其实也和一些这个战争的这个我们展开联想，含义也是相同的啊。你攻下一个城，你把城里的人都给杀死了，这个城也等于空城了，没错。你攻下一个城，还是希望它能创造利益。所以我们的攻击的目的也是一样的，还是以获利为主。你像这个党一飞这种比较急的这种，一定要立竿见影，要得利的手段，到最后来反倒吃了亏。这白棋把这个一跳下来之后，黑棋确实是局面很不乐观，这个全都被破光了。你看白棋的这个还好好的，是，这只剩下这个角了。对，这个角，这个角倒是活的。举出这么一推，打，拖，这是做活的好手法。搬，对，一推，接住。这貌似是先手活啊，但是实际上这里边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对。这也是一道小型的死活题，这个就是要看周围的形势了。如果白棋劫财多，当然白棋将来可以打劫，但是白棋如果这全是白棋的空的时候，这个劫对于白棋来说也是有一点的重的。对，小花老已经这个无意中啊，这个把这个剧情给预先告知了，就假如这是劫活啊。这个就比如说以前这个小说飞嘟嘟嘟拐过来，也有一个这种劫，这是一个常用的手段。是。然后黑棋是去断了，现在断了是不能走了，应该飞吧？没有，这个他没有飞，他又尖这个。他好像先去这里啊，对，尖了一下，接住，再尖一下挡，然后再尖这个，想破一些白棋这块的空。然后白棋顶断，吃，接住，这打下来是打不下来的，提掉之后这加下来之后正好也不利，正好是一个断点。而且你正子如果先赢了这阵，这吃掉也就小了。对，而且人家这地方厚，不太敢作战。挡住。然后搬。这棋能搬住吗？扳住应该也可以，没什么问题。扳住他唯一担心呢，可能是被人家，打成一个大包，心情不好啊。他的确是这种大饼也是很罕见的情况。但是这个心情不好之后呢，黑棋现在也不敢加，加因为没有全盘没有劫财，你要补一个是后手。白棋也没什么。不能接受。也可以走，但白棋实战走在这儿的时候，也就是一种心情。反正就是说，你知道你这么下，我就不怎么下。对对对，李世石他能反击的时候，他肯定是反击的。他不愿意，就属于是一个不甘这个屈服的人吧。这样这个变化其实是，必然会下成这样。再说这个立一个，冲了一个。先冲完再立。再立。立一个很关键。这肯定的。实战党一飞是选择了这个转身啊，他因为他如果要这个的话，他其实外边是。是包不住的，这一断你这个有断了啊，对，这一断是两边吃都不行，没错，所以说党一飞就把这三个也干脆弃掉，先冲吃，
吃掉。吃，然后他还补黑的，再补一个外人啊。这个结果整体来看呢，就等于是黑棋把角活了。嗯。然后呢？但是呢，他落了一个后手。我觉得这个地方不是很大吗？对，关键是外边有一个特别大的，所以说，他这个棋他是不是当初就应该飞这个也是？因为这个是双方那个，这你看这个是一个立体的，然后这地方还能点进来。对，就是这个局部虽然比较成功，但是从全局角度来看呢，其实是失败了，因为这步跳的价值太大了，远大于这个黑棋活角的这个收获。而且这一跳之后，黑棋比较难受，黑棋。这还有跑出来，对，这个子，当初那两个子的活力又出来了。这棋那看样子，这棋还是应该先飞这个。对，我也这么觉得，他应该当初还是应该先飞那个。现在还得尝这个。这个尝一个又有，如果说除非有特别的，人家现在加过来的话，这又有可能是单关。这个、加一个也是令黑棋非常痛苦的事情啊！这个把黑棋当初这片模样破的是。片甲不留啊！这棋看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不上来，总有一种人好像被那个怎么来形容这个词？我觉得人好像被捆住了那种感觉。对，就是有力气无处使。对，是这样，很难受。这种棋是就也形容起来也是呆呆的那种感觉。是。很痛苦。没办法。这个被夹回去。你说这走的不又是单关吗？这先扑一下，估计也不该扑了啊！这也在那，也应该先压。他先扑的，扑掉之后，没有想到李世石特别倔强，他本来是想让人家退一个，然后他再立下去，他再立一个，他保持这块棋的一个，让白棋没活。这样这个扑呢，就是你这变成半只眼了。你要没走呢，这地方他是其实是一只眼，你再扑他可能扑不着了。这个是主要是没有想到李世石是那么顽强的，这要不然的话，他走完你再扑，对，再也可以是的，丝毫反省的话。你就是关键是你没有料想到人家对要下什么啊，是跟当开始也是这个原因，没有想到啊李世石的这个招法。等于说你现在这样的话，等于差了一个劫财，扑掉了一个劫。对，这李世石顶住打劫非常的强，真是没想到。打劫非常强，因为现在白棋很厚。做劫，提掉，然后用这个当劫财。嗯，提回来，你看黑棋就。找不到劫，黑棋这全盘估计就这一枚劫，这劫不能打，这劫打完这枚断就断死了。白棋还有好多劫才可以找，所以他靠了一个，对，选择靠了。白棋提掉，在这块棋就活干净了。对，然后这脚上还有个跳，而且活干净了，其实他还有别的用意啊。嗯，他这个活干净了之后呢，黑棋一个劫他也找不出来。而且这个地方变成公共地带了，所以这个劫对于白棋来说就轻了。本来是白棋的空的话，白棋还重一点。白棋走这个。他先断一个，造点劫财。造点劫，对。立。然后他一加，一走。这下一手关键。这个下一手关键。这个是扳。这是个小手机啊。如果你要是吃回来，或者你吃这个，对他一立就活了，就活了。你这先扳没有变化。嗯。他只能这个。打劫是，嗯，提过来。如果这白棋的空的，这提过来还是很大的。对，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是黑棋找不着劫财。黑棋提过来。黑棋现在劫财在哪里？劫财在这里。劫财在这，只有本身劫。在这里。李世石先粘了一下，就是这个粘应该是把这个劫财走走大的意思啊。接下来产生好几个大劫财，然后再动手。点，提，断一下，这都是劫财，白棋的劫财是很多，免费的那个，提过来，提过来，没劫了，跟刚才的意思一样，黑棋是本身劫也没了，你再找这个的话，再找他提过来，你这走这个，对，嗯，这不可能，这已经这个变劫变小了，全盘一个劫财没有，这时候真是非常难受啊，痛苦啊，非常难受，而且那个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劫财都没有。嗯，你知道，对，说错了啊，因为这有劫，但是不能找，找完自己已经死掉了。对，英雄无用武之地。是，现在这个大一飞的这个心情应该是非常这个凄凉的吧？因为他虽然也是在尽力的拼搏，但是呢，却面临着这种境地，就像是一个大将军一样啊。知道这个都城被包围了，但是手里。无兵可用，只有自己一个光杆司令，这非常的凄凉。
他实战是只好煎一个啊，砸的这种，这个显然对白棋不痛不痒。对，白棋这边有连，这边有连，那就下劫，黑棋搬，然后黑棋靠回去，白棋靠回去，对，黑棋只有吃掉，只有吃这一个子，有几目棋还不知道啊，这个角应该是在35目左右。这个，哎呀，非常的这个，有种那个非常的同情的感觉啊，因为我觉得你比较残忍，选了这么一盘棋，这个虽然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是说白棋自孤啊，或者说，但也看到了这个当自己的棋不行的时候这种无奈吧，我觉得也挺你。是，当初这个选这盘棋做素材的原因啊，就是因为这个模仿棋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啊，给大家，看看这个模仿棋，特别是啊李世石这种高手还要下模仿棋。另外就是我觉得这盘棋其实李世石下的特别好啊，这个党一飞，他真的是没下什么就是特别臭的这种简单出现这个失误啊，确实是没有，但是这个形势却就是不知不觉中就大差啊，这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意思的这么一种状况。虽然说是没下特别的棋，但是棋盘上你看每一个子，你看这经常我们讲的，其实围棋最主要的是一种效率。其实这盘棋是最好的一个教科书，就是一个效率。你看这一堆的子吃了这两个，这一堆的子吃了这两个，其实黑棋的子的效率非常差。白棋这个有一个大飞脚。白棋跳了一个是吧？但是这个你要说现在让党一飞就投降，那也是万万不可能的。他还要为了他们队，至少不能影响士气啊。对，这个作为一个团体的话，他肯定是也要战斗到最后的。要个人赛可能就心情早就心情不好坏了啊，就认输得了啊。然后他这个。这被跳一下啊！这被跳一下也很难受，这被跳一下欲哭无泪啊！当初白棋的这两个子真是利用到最后一刻，顶住啊！虎一个，虎掉啊！吃，粘上，接住，虎一个，然后就这个，这个是最大的了。这个是最大的，他先交换了。啊，就是走的这个啊，就是走这个。这还这个子也要利用啊，李世石的棋啊，每个棋子他都要给他发挥他的效率啊。是，这个子也要让你不舒服。点一个。点上。贴回来。接上。接住。顶住。对，这个子也还得面对。这个、跑出来，这个被点一下受不了。对。好歹也得吃颗子，是不是？搬一下，加过。加回去。这你也立不下去，立了被断死。靠了一个，搬一个，这边先打了一将，打了个将啊，那就是说现在时间也没有了。那可想而知，就是说那个他的那个棋的，虽然我们不在现场，肯定的压力之大，因为党一飞的棋并不是太慢的，对，不是那个古林一党一飞他们的棋都非常快的，然后是还得没办法，得面对这个现实，还是得提子。白棋吃，这个还得长，这也得长。然后这被吃掉，拐吃粘上。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点点木？对，我这个老是喜欢点点木啊，判断判断形势。对我们老说了半天，那个直观的那点木就归你了。行，我们给大家先点点木啊，先点点这个。先点点黑棋吧。这六目。这个差不多十目。十六目。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十七。这个五目32，再加这个角是10、15，所以12、19、20。黑棋52目棋。差不多。也多也多不了哪去了。这地方可能还有点。有点不会超过60目吧。全盘。我们看看白棋。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6、27、28、29、50、51、53，这一块就已经53了。然后54、55、56、57、58、59、60，也就是说，黑棋是无论如何也超不过60。全都给你算满了，而白棋呢，这都不算也有60。也就是说，这棋，白棋最最少少也是。是一个盘面差不多的这个棋，那也就是说黑棋没有特殊的情况，它就是已经倒地了。
对，其实那他最后就靠这个了。所以他最后还要肯定是认输不甘心啊，这个棋还是要这个，为了哪怕是为了稳定军心嘛，知道我还在战斗啊，他也要继续再下去。但是这个棋要想赢，那可真是难上加难了。一起藏出来，看看这最后有没有机会。他是先挖的啊，他这个地方先挖，打，粘上，瞄着这个劫。白棋虎。然后他挡了一下，搬，然后动手了。这没先尝吗？没先尝，直接就挖。对，直接挖。还想当个劫材吧，提劫。提。其实我们看看这黑棋的劫材，其实也非常尴尬啊，也不是特别好找的这个劫材。他找了这个，对，当初只有这个不想找的这个损劫，找出来了。生死劫，没关系，你走这他可以吃回去。但是他现在白棋绿一个，所以他也不管了。现在这个提过来，开始拼命了。白棋跳出，白棋跳出，黑棋接住。对，因为白棋就是逃跑就行了，白棋不需要这个一定要怎么着。白棋再跳出，白棋跳，黑棋要再围，显然无理了，因为白棋劫材本身劫材就很多。黑棋点一个，点一个是先手。然后最大然后现在尝一个，这时候尝一个，然后爬过，然后再挖了一个，是个手劲。这是不是？如果说是先天足一点就好了，就可是先天不足。是，这挖一个还是有点便宜的啊。如果刺的话，它接上，这个接下来这地方没有断点。现在挖呢，它正好这地方产生一个断点。接住。然后黑棋虎了一个，当时我看这个虎的时候，我还在琢磨这事。我说这棋当白棋搬的时候，黑棋加的时候，白棋是不是有这个搬？有，白棋比方说现在形势不利，他可能就有这个了。但是我看了，吃他也做劫。不，我看利，他粘上也是打劫。对。如果形势不利，白棋是有这个搬。因为我想这棋如果这棋，比如说，如果这个长过的时候，这个对于白棋来说就是黑棋就是致命的。对，长过黑棋这一大块儿。对啊，所以我在琢磨这招棋的价值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想走这个呢？是啊。那本身来说，这招棋本身也不小，但是这个跳也很大。跳也很大。他现在估计这个也不无所谓大小了，就挑这个心情好的棋走。这虎柱心情还是不错的，这步棋。然后白棋搬一下，黑棋加，黑棋加，然后白棋虎了一个，好像对虎白棋啊，先吧，先冲一个，这是也是次序，藏过来，再虎，然后黑棋只有这最后的希望是这个搬一个，现在这还是这个大龙啊，白棋。眼位就是太丰富了啊！如果说这地方下边没眼，到中间来做眼，那或许还有的一杀。但是现在这个该白棋下，这眼型太丰富了，这也是一个做眼的经典手劲啊。他经常说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话叫棋场一尺无眼自活。是。他无眼自活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他可能劫材特别多。打劫不怕。这一间，白棋这个地方任务就是只需要做一只眼。是。先住，搬一个，补一个，然后急，这也是先手，接住，然后再急，这已经不是，其实他要简单单纯做活的话，这头一个就已经出眼了啊，但是他现在劫材这个。肯定是心情上有这么走，但是有的时候由于这种走手输了，但是实际上来说，这个劫肯定是打不输的。李世石的特点还是他这个地方都是劫，只要能占你便宜，他不会放过。对，而且他是一盘棋打两盘棋下的，对，你下完这一盘，你下一盘你就不用下了。这个非常的狠，从气势上能击倒你。这个黑棋这个打击也非常悲壮啊，明知打不过，明知打不过也还要强行打，因为你正常应该粘上，因为这个劫白棋提过来，这都是先手啊。对。然后提，什么白棋还要白棋啊搬的一路，搬的一路，我还以为再来一下这个呢。这个李世石也展现他温柔的一面啊，但是也正是这个温柔让这个。
这个党羽被受不了了啊，这个我这个也不给你生事了，我就收个官。所以对啊，这期倒是这很有心情走这个的。所以这样一般党羽非认输了啊，这个时候确实也是啊，因为他劫财也找不到啊。白皙其实有很多这个本身劫啊，像这种一会儿做眼都这都是本身劫，那种铺啊劫财找不到，而且最主要是现在这个木数，按照我们刚才的逻辑可以想，现在盘面肯定是白皙好，啊，因为跟你当初中间全算上木才盘面差不多，但是这转了一圈之后呢，黑棋这还没涨木呢，白棋这地方又吃进俩，啊，白棋又涨了大概四目棋，所以说白棋盘面现在肯定好。这盘棋其实我觉得没有完全发挥党羽非的那个水平，可能跟现场的这种气氛有关系。因为你在刚才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有点走神了，我就是在这想着那个，成都队每一年他们这些人，包括每次有的时候下别的比赛的时候，因为成都其实搞了很多的围棋比赛，那种他们那种其实压力是很大的，因为因为你这是每年都为了每年就掉下去，然后马上打那种。心理上的这种压力，我想只有他们其中的那种感觉，只有他们能够体会得到。是，而且每一次由于要下这个比赛的话，他相对来说，他就是说那个对局量就会减少，对于他们每一盘棋都是很宝贵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真的是蛮悲壮的那种感觉。对，是，特别是这个党羽非等于主动请战，但是呢没有立功。这种时候对于这个棋手来讲就是最痛苦最难过的时候了。对，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就是说围甲给我们带来了棋手带来了这么一个舞台，锻炼的舞台，也使我们就是说中国棋手那个各种成绩越来越好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这盘棋上来说党羽非有很多要总结的地方，但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要感谢这个方方面面给了我们这么一个舞台。是，这么你能有这么精彩的故事啊。像李世石下出模仿棋，但是最后成都队是不是也是非常遗憾的啊？因为这盘棋的失败，再加上古林毅的那找错劫，而最后降级了。对，因为其实是每一盘棋它都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各种下棋的情绪的。那我们是不是今天，我们今天这盘棋就给大家，就我还沉浸在这里面，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吧。好，谢谢大家的收看。好，